杨丞琳暌违三年将再度于台北开唱，预计将在6月17日、18日连续两天在台北小巨蛋举办 Like a Star 世界巡回演唱会。消息一出，令他的大批粉丝都兴奋不已。杨丞琳28日还在社群平台公开演唱会官方应援互动首登的照片，宣布将在4月29日早上11点同步开放演唱会售票和首登预购。他还透露，这款中央场控的演唱会首登会随着演唱会曲目同步换色，共有15种颜色变化，希望在小巨蛋当天大家可以一同点亮小巨蛋。最后，他也不忘提醒粉丝们，记得要设好闹钟，4月29日早上11点在 KKTix 以及全家网站开卖，还叮咛大家记得先购票再买首登哦。贴文一出，粉丝大赞这个首登实在太美了，也纷纷表示已经准备要开始抢票了。